鼓励青年发挥创意，花莲市公所支持青年团队拍摄《跳起来》微电影，在影片最后也嘎上一脚的花莲市长魏家贤表示，《跳起来》微电影从拍摄团队到演出的角色都是花莲在地青年，透过影片诠释洋溢花莲街舞文化的青春动感。市长魏家贤表示，花莲市公所开办影片制作课程，感谢专业老师指导，带领学员们制作出好玩、有趣又有深度的影片。这一次跳起来微电影的发表，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学习摄影及剪辑的行列，把花莲市的景致或人文风情行销出去。在公所在这一年的时候，办了非常多的一个电影、微电影还有短片的一个课程，那也很多学员也制作非常好玩、有趣甚至有深度的一些影片，那我们利用这次的机会来做相关影音的一个播放，那我们更希望有更多有趣的影片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在闲暇之余能够来制作之外，也能够让更多人来分享他们的喜悦。那我相信花莲是一个有爱的城市，也是一个有趣的城市，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投入，那我们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发表之后，也会陆陆续续来推动更多有趣的课程，让青年朋友能够一起来学习，让花莲打造成一个有趣好玩让大家想来的一个城市。跳起来微电影是以街舞运动文化为主轴，发展出一段年轻人对梦想的执着，并融合家庭、友情、在地生活的热血故事。这部影片从拍摄团队到演出角色都是花莲在地青年，期待带给花莲的年轻朋友更多电影文化的刺激，进而蹦出更丰富的火花。记者会欢迎报道。